我说不要丢掉，我说把它拿起来摘一摘，我说要把它，这都是我救活的啊。这个也是人家不要，剪掉丢掉，我说哎，我拿回送看，又被我中，我救活了啦。救人的就是有这样，有啊，有牺牲精神，所以我觉得太可惜了。这个了。